扫码即可下载。你知道吗？美骚游轮上除了自助，还有不容错过的好评餐厅，甚至是米其林餐厅。今天就来盘点七艘知名游轮上不容错过的餐厅，让你在几天的路途中不仅玩得开心，还吃得很好。开始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我们的频道 Roy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Jamie's Italian。这家餐厅的主厨是 Jamie Oliver， 是英国的明星主厨，广受好评。在这里吃饭的小伙伴可以尝试松露意大利面，这是意大利的特色菜，把新鲜出炉的 spaghetti 在 cheese well 里面滚，使芝士的味道深深地融入在意大利面里，然后把松露用刮刀削成薄片撒在意大利面上，松露特有的香气混合着芝士的奶香味，味蕾和嗅觉都能享受到极大的愉悦。 Celebrity Cruises Tuscan Grill，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用餐环境非常好，有一整面玻璃墙直面海洋，顾客可以同时享受美食和美景，十分惬意。餐厅提供牛排、海鲜和自制的意大利面，其中他家的牛排都是用干式熟成牛肉，这样的牛肉肉质更软嫩多汁，质地更柔嫩，还带有一丝芝士的奶香味，吃起来细致嫩滑，让人舍不得放下刀叉，十分值得一试。 Disney's Cruise Line Rumi，这家餐厅属于最贵的游轮餐厅了，因为它的主厨之一是来自法国的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这家餐厅以精致的服务、丰富的法国美食和奢华风格出名，即使是最苛刻的食品评论家也会对这家餐厅感到惊艳不已。餐厅提供的菜肴高级又精致，比如烟熏野牛肉和用阿拉斯加帝王蟹做成的意大利面，绝对是漫长的海上旅行中对味最好的抚慰。Holland America Line Pinnacle Grill， 这餐厅结合了华丽的环境和美味的食物，浪漫的氛围很适合情侣约会。餐厅的菜式带着浓郁的太平洋西北地区风格，采用当地的新鲜食材来烹制，都很值得一试。例如用日本放养的走地鸡做主食材，再搭配牛肝菌，或者放在雪松木板上烤制的大比目鱼。餐厅有时也会转换风格，如在一些荷兰的航线上，餐厅就会变成以海鲜为特色的法国小酒馆。 Norwegian Cruise Line Los Lobos， 如果你只想简单的吃一顿，那么这家墨西哥餐厅就很适合你了。这家餐厅不提供套餐，都是单点，大家可以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没有束缚。推荐尝试店里的特色菜，如烤切片牛肉 Burrito Rojo 等，食物带着浓厚的墨西哥风味，热情奔放，让人难以忘记。 Princess Cruises Crown Grill， 这是家意大利餐厅，提供经典的意大利菜，菜式很丰富，从前菜到甜点，可供的选择很多。在一些航线上，餐厅菜单会换成由曾担任过米其林餐厅主厨的意大利厨师设计的新式意大利菜。不论是经典还是新式菜单，你仍可以在食物中尝到意大利风情，缭绕在你的舌尖，仿佛置身其中。吃完正餐，不要忘记点一份甜点哦，熔岩巧克力蛋糕或是柠檬蛋白塔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Carnival Cruise Line Diceburger Joint， 搭乘这趟航线有个好处，就是没有着装要求，即使在餐厅里，你也不需要穿正式的晚宴服装。这家餐厅的主打就是汉堡，每份汉堡的牛肉饼都是现点现做，热气腾腾，肉汁充沛，一口咬下去能感受到肉汁在嘴里喷发的感觉，牛肉香气四溢。除了菜单上的汉堡款式，你还可以去配菜区自己挑选 topping。 好啦，以上就是七家好评极高不容错过的游轮餐厅，希望大家都能在旅途中吃得很好哦。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不要忘记点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下期见。